刚刚有一位朋友讲说啊，不要去讲什么这个是什么政治纵火啦，这是红三军啦，不是咱讲的，好、哦，这是警方说的。草山刑馆那都阿未抓到凶手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伊就讲那是政治纵火，但是这个是警察讲的，好、哦，我们请刚刚那位先生啊来看一段啊，这个 VCR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。照片中，远景紧紧勒住纵火犯许礼胜的脖子，因为穿着白色体育裤、无袖上衣的他，前一秒才朝总统陈水扁的老官邸丢掷瓦斯桶纵火，还拼命抵抗。那个人要走到这边，然后警察从两边这样包他，在这边跟他扭打，已经勾住了。其实他话蛮少的啦，但是眼神部分就是也蛮凶的。许礼胜凶狠的眼神，再加上体格高挺壮硕，吓坏了目击者。但面对媒体却是不发一语。但根据了解，许礼胜今年32岁，曾经有妨害自由、恐吓等前科，目前正在新竹一家餐厅担任厨师。没想到前一晚下班还和同事喝酒聊天，隔天就因为不满总统提瓦斯纵火，相处的不太愉快，加上他本身又没有结婚，加上他个人可能工作上啊。不是那么如意，所以有一点转嫁到对时事的不满。之前有参加，应该是红三军的活动。其实许礼胜不满的情绪可能早就压抑。双亲住在离民生官邸不到50公尺的斜对面，门前还贴上总统陈水扁送的门帘，可能就是和父亲长期失和，累积上不满总统的情绪，让他铸下大错。警察讲的哦，之前有参加红三军的活动哦，不是咱讲的哦，我要先警告大家。去总统的寓所甲纵火，安尼这代志无大条吗？大条，当然是大条，当然是大条啊！像拄下个官长安那讲，什么咧？总统的民生寓所去用纵火，安尼伊讲，哎，别个讲啊啦，对吧？我请问，讲一寡民生经济啦，前下南口迄个羊啊，去用咬死10几只，对吧？啊，讲是好，啊，结果是3只狗，了三只狗啊。报纸别抢偌久，抢过了讲，电视所有上全国媒体安尼直直讲很强，总统的寓所不要紧。我特别讲，我高度怀疑啊，我高度怀疑哦。每逢重大事件，国民党过去当年过去或者俄语部队啦，现代化或者口音部队啦，都厉害啊！似是而非的物件，拄只过一日安怎讲？高雄伊讲伊不男不女的，吼、哦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啊，迄啰赵老刚，吼、哦，陈菊云指控赵老刚，啊，迄是属实无唔对，但是未使叫黄靖英来负责。哎、欸，啊，反倒转来，陈菊阵营指控这个，吼、哦。陈菊阵营指控对方是贿选买票哦，哎、竟然今天讲叫陈菊要负责，那是陈菊的阵营才开记者会，不是陈菊开记者会哦，指挥哦，陈菊要负责啊，啊吴尊玲那边吴尊玲唔免负责，什么可能变掉头咧？对不对？国务机要会安尼会当倒扁，安尼红三军安尼，结果今嘛来卖差，对啊，那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，你去纵火官邸，我看。清华审判一礼拜就人枪杀啦。咱卖讲这是总统的官邸，一般的厝就好。高雄牵一个汽油弹尔尔，死四个人。抓到人的时阵，警察局长目屎拢流落来，迄压力看偌大。即卖是牵总统的厝呢。啊，哥，你讲这不是这是不是大事？这是什么事？我就想不了。因即卖吼。真正是标准只准蓝军放火，不许绿军点灯啊！你知道吗？你看心态很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。咱来看，政治其实不外乎人性。虽然咱希望讲黄伟哲你别当讲跟你妹妹断绝兄妹关系，但是我说亲情远比政治重要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来看，撇开公那个民生寓所是陈水扁总统以前住过的地方。那一户人家别忘了，楼上都有住人。如果这个点火下去，民进党枪毙，民进党也死哦。政治，你不管你的政治仇怨如何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不应该伤及无辜。而今天这个许礼胜，他是在那种仇恨、政治仇恨的情况底下，他宁愿伤及无辜哦。那个翟公一关心态恐怖恐怖，他其实可以当做是一个恐怖前，他跟放炸弹其实没怎么样，只是他没有放炸弹的技巧而已。所以我刚刚讲哦，给他点快点，我们其实要讲的是他背后到底是在什么仇恨之下被操弄出来的。昨天蓝色的媒体普遍在操弄民进党没有人性，民进党竟然是让人家断绝父女关系、兄妹关系，是怎么的可悲可耻，是怎么的个没有水准？今天报纸的社论在那连篇累牍，你一个对如果对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，而且讲本来一个是门槛较低啦，吼，也情绪门槛较低啦，都没掉。以前有高保中。
在台北火车站放火烧车，这是什么？火车站是人来人往，交通要调到呢。你安内办会休假，你有没有顾及到三级无辜的问题？不，这就是恐怖行为。同样，今天这位先生，我也相信是在这种最近的这种恶斗蓝绿的恶斗，甚至情绪被操弄之下，他控制不了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他三级无辜就是不对。是，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啦，你对总统不满，吼，你也使徛在因家门口干嘛不要紧，你也使徛在总统头前干嘛不要紧，无人会甲你抓。顶多是请你不要妨碍交通，麦克有掐龙掉的吼。去纵火真的是很有可能会伤及无辜的一件事情。黑就危险，黑那爆炸要安怎对不？啊，老店够站牢呢，黑真危险。而且我建议吼，国安局应该去调查这个事情，因为不是说我危言耸听，因为涉及总统的住宅安全，国安局本来就应该介入调查。当然，我不知道这位先生有没有动机，有没有？也许他没有任何动机，但是国安局你标准作业程序，你应该要去调查这个事情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。如果是没有动机，其实我查了一下，也不能加重其刑啊，顶多就是公共危险罪啊。我拢唔知影讲吼，那去美国啦，布希到个顶一个瓦斯桶会安喏。哦，你根本无法多接近，你根本无法多接近，他只要进入草坪，黑马熊是追捕的。我去讲，去啥？胡锦涛因到个顶一个看麦啊。卖讲到遐尼远啦，那假使这个事件是发生讲，定去马英九伊大引导，你想伊的处理方法敢安尼尔？好，所以台北市政府应该爱真重视这个案件，因为就像他郭董想讲的，其实讲市政府嘛是有这种的经验。不然我今麦是要讲的是干？迄是啥物的心态？就是讲，因爸爸是阿扁的老厝边呢，因兜阿个大门帘是阿扁啊，伊的迄个啥？过年送的。过年送的呢，就表示讲啥？两个至少感情袂歹吧？厝边啊，厝边啊，吼！啊，伊讲报道是讲，伊含因老爸相处不愉快，相处不愉快，就去甲阿扁啊，因兜顶。啊，即马达行不通，怪总统啊！我先我是咪建议，我家己对这有只观察吼，作者社会边缘人吼，不如意的时候做出反社会的一个行为吼，啊，这当然跟咱的媒体、跟伊的政敌、伊的恶斗的情形，加减拢影响啊。是，毕竟黄伟哲一件代志，可能我很不以为然。宪法上，曾经我记甲我甲林老师做讲台时候。去尊重人的信用，卖给人质疑人的信用，迄人的信用，这是宪法的落实啦。所以，叫我独立的思考，多元的观点，公开表达，理性论述，这就是一互相。